以下就是我们必须准备的材料哦。首先，热锅倒入猪油，放入猪肉片炒熟，放入蒜米爆香，再放入鱼饼和虾仁炒至微焦，放入猪油渣爆香，然后就能放入黄面，中火慢慢把面条煎香，同时也能蒸发点点水味，就能放入黑酱油、蚝油、酱油和糖，翻炒均匀，中火慢慢再把面条煎多五分钟，让面条能吸收更多的酱汁，然后就能倒入一杯半的清水，放入青菜，盖上盖焖煮五分钟，焖好后就能来尝尝味道是否够。转大火收汁，像酱就行啦。然后就能上桌咯。那超简单又好吃的福建面就完成啦。来试试一口吧。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